常看中野这个妆的姐妹们，今天运气很好哦，我把化妆师本人请到了，这是可做过非常多小花的思梦老师，今天给大家一一揭秘妆容方面的小秘密。那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化妆师思梦，来啦。我已经准备好今天要变成白雪公主。老师，白雪公主今天有点肿。老师开始给我这个金箍棒。我玩的又西海岸。早上的时候挥个十来。啊，绿云激动人心的时候，当时周一那个白雪公主妆到底是怎么画的？因为我看了太多的仿妆，也有很多人圈我想看妆，然后我就直接起来本尊教我怎么画。那个配色小秘密到底是什么？眼妆的部分眼影不是很重，然后就是比较大地色系这个轮廓，它的腮红的部分比较红一点点，很像延伸过去的腮红，就是这两点比较不太一样吧。迫不及待了，开着。对，好的，先用这个打个底，让它后续的眼影呢更显色一点，画一个眼部的轮廓，稍微圆一点，没有很拉长，因为拉长会稍微有点力，今天还是稍微温柔一点点。可以看出这个配色，我很震惊到。然后用这个颜色，它这个颜色稍微调和一下。但我沾眼影不会只沾一个颜色，沿着这个睫毛的根部，慢慢的往上一点就可以了。再蘸去偏大地色一点，淡金色，把我们下眼也要带到前面一点点。老师当时设计这个妆的时候，你们是讨论吗？还是有什么设想、预想？就是跟客户讨论。然后我明白，野子他本人他自己会提出任何的妆容意见吗？还是他只是那种做了画好，很漂亮就行了？对，对，怎么画都好看，所以没有任何的要求。今天就是用跟当天不太一样的，稍微偏红一点点的细闪在我们眼中的部分，然后跟红苹果的这个腮红稍微有一点点联系，眼皮上有血色感了，演技好好，眼皮上都微微泛点红，更细一点的细闪稍微提亮眼头，我觉得有那味儿了。老师的睫毛小秘密，我想贴根根分明的感觉的睞毛，然后今天我们用到的就是纯紫甲的32号。好的，挖出来了，32号。粘完睫毛之后涂一个睫毛的打底，之后我习惯用睫毛夹再夹一次，再涂一下打底，第二层打底之后我们来上黑色的睫毛膏，无敌点翘。现在来画眼线了，眼线我们就稍微的往下画一点点，不要太飞，然后我们用深棕色来画这个前半段的这个眼线，我们现在用眼线液笔来填内眼线，然后我们再用杏色一点的在我们在眼睑的部分再稍微加重一点点。会画卧蚕吗？有的时候会遮瑕，有的时候会稍微遮到上面一点，它卧蚕就会遮掉，就会稍微把它的卧蚕还原回来一些，然后还是刚刚提亮的那个亮片，我下眼睑这个中间再来一点，然后我们眼妆现在就完成啦。那我们就来画眉毛，小野的眉毛呢就是稍微宽一点点，眼妆也稍微是有棱角一点点，我觉得很有英气感，对对对，稍微有一点棱角，骨骼很立体。眉粉3CE勾一个大概的形状，其他的部分还是要用眉笔。野子他本身就是眉形长那样，还是老师其实有在给他修眉形？他眉毛长得很好，稍微补一点点就可以，还是先用这个睫毛的打底把眉头先刷起来，梳起来之后再填补一下空隙。对对对对对。老师
在画的过程中画了好多支笔，一直在根据我的空缺的颜色在填。其实是应该会画一点小毛留在这个留白区，真实。画完之后再用刷子稍微刷它一下。眼妆基本上眉毛啥的都画完了，现在就要再定一次妆，我们就用粉扑了。这次在我们局部爱出油的地方再压一次。像小的这些鼻翼内侧这些部分靠眼角，其实很容易出油，大家有的时候会定不到，就用这种细小一点的刷子定这个。然后现在我们来修容铁皮的这些块。我刚好其实想说这双鼻子好翘啊，快快把秘诀分享一下。其实本身也是比较小巧的鼻子，对，修容要少量多次的上。然后开始我们脸部的修容，在颧骨高的这个地方轮廓修一下。其实我一直还蛮想要上周瑜的脸，真的非常小，他也会修容，应该用基本上用的很少。羡慕这个唇，我已经缩累了。然后我们来稍微做一点提亮。这种提亮会让这个唇周的暗沉看上去淡一点，就是好干净。下面就是我们的红苹果腮红啦！啊，来了！老师，这又是啥？这个是 nice 真的好红的！哎呀，看着我略微的有点恐慌。平常是想不到这种颜色会上脸，但上镜真的应该很好看。当时画这个的时候，光比较吃妆，现实肉眼看非常的红，非常的红，非常的红。那腮红位置会稍微偏下一点点，横向过来，但也不要太下，就会显得很狂。找一个扁一点的刷子，把前面这个部分也刷上，因为横向这个腮红这个轮廓画上。一般这种横向还可以把鼻子也稍微带过一点，然后可以把边缘的轮廓沾一点点粉底，再找一个这个稍微小一点的刷子，中间的部分再稍微加重一点点。老师那个唇形好漂亮，我要拥有。它的唇形就是比较饱满的那一种，然后我们涂的口红也是比较饱满的唇形。好嘞，老师安利，稍微的圆了一点点。然后这个震惊了，老师这个形咋用出来？是用它？兰蔻505苹果红，一模一样的颜色，安排了。哇，这个颜色确实上嘴腮红好像能让嫩红，还需要厚涂。这回把发型教程也给你们安排上了，卷一圈放成这个方向，然后用直板夹发根给对取一点点，就这样转。